咁樣都叫係咯，即其實可能有氣啦，後邊可能佢話不能拔，或者是係啊，或者是華哥話說不能拔，係啊，因為可能一開始就我咁都叫氣，係啦，咁就冇氣啦，係啦，他說不能拔，華哥才到，後面的亂七八糟。嗰边咁长，嗰边长，嗰边打。我稍微稍微稍微抬一次，抬一次。你能拔到一半，他说好，你拔，先拔，拔到一半，后面嘛，再拔，抓到推回去，然后到。他说不能拔了。对，我觉得有用，就是你跑来，跑一跑了你就，因为他已经冻在地上这样子，所以一跑了你跑到他面前，不能拔。哥哥后面不能拔，华哥就要到。导游，